嗱，我哋喺嗰個橫洲第一期搞到咁大件事，仲問我作用係乜嘢？朱議員，局長，你請俾我講好唔好啊？你俾我講。我問你是非題，你就飛咗去第二度嘛？你想講？朱亞迪，你俾阿局長答咗先啊！我想佢答咗是非題 ，yes or no 先，主席。對唔住，我係用我方式去答嚇。朱亞迪議員，因為要寫會議記錄嘅，請你俾阿局長答翻個完整句子先。主席，但我問佢去唔去見村民啊嘛？去唔去啊，局長？主席，我等我答好唔好啊？我正話問咧，作喺邊度？第一就而家嗰個政府既定嘅程序已經開始咗，亦都係完成咗一啲規劃上所需要嘅程序。如果啲村民想同我講一啲關於收地啊其他啲問題咧，這個係有政府既定嘅政策啊，亦都係由相關嘅部門咧去進行嘅。咁所以點解我問咧？就話想我見面嘅時候，個狀喺邊度？但係如果你話純粹係見面啦，交流，呢個冇問題㗎。主席，我覺得佢我希望麻煩副總去講一句，希望佢可以講一句。唔好意思，因為時間關係，你可以叫其他未發言嘅同事幫你問，因為個個都係咁樣限住好嘛。我哋有啲秩序先。首先就係邵家臻議員，跟住係梁耀忠議員。好，唔該。正話聽到局長講咧，就摸底嘅英文原來叫做 touch base， 咁我就即刻咧，我以為我呢個字都唔識啦，我即刻查一下英語常用詞組用法詞典，咁咧我就揾到呢個字咧，原來叫做接觸或者叫做聯絡，咁我唔知道咧，即係非正式嘅諮詢或者非正式嘅遊說係咪就係等於呢啲所謂嘅接觸同埋聯絡？咁我就想問咧，喺個奧亞納的顧問公司出事啊！呢件事裏邊咧有冇 touch base 啊？我意思即係話喺嗰個而家去罰，而家當佢知道佢出咗事之後，而家咧就罰咗佢3個月咧，唔俾佢投標。咁呢個懲罰咧，對好多社會人士嚟講咧，係覺得咧係簡直係搔不着癢處。即係我懷疑咧，在座嘅官員咧，你自己嘅假期咧已經多過3個月啊！即係話咧，其實只不過放一個長啲嘅假期，僅此而已。咁呢個就係叫做懲罰啊！咁我就唔知道呢個咁輕微嘅懲罰，呢個咁有別於社會人士期望嘅懲罰，呢個決定本身有冇 touch base？ 你關於奧亞納嘅事件咧，我覺得好多嘢都仍然咧係要交代嘅，包括係咧佢哋係幾時係中標啦，幾時係受聘為運房局嘅橫洲工程顧問。下一位是梁國雄議員，咁啊，梁國雄議員發言之前，我想講咧，我會延長個會議15分鐘，俾所有同事咧係問曬第一輪發言嘅。梁國雄議員之後就係張超雄議員。主席，首先想問啊馬副總裁啊馬少祥副總裁，你以前係一間咁有名嘅即係土木基礎設施嘅公司嘅大財團嘅執行副總裁。你都知道同啲客開會嘅時候咧，要帶啲文件去嘅係咪？你以前去開會嘅時候，如果傾單生意，你會唔會話俾啲客聽我冇帶文件㗎？會唔會啊？你而家到底係做緊生意，做緊副總裁啊，亦或做緊副局長？你嚟呢個地方可以唔帶部冊嚟嘅咩？我而家叫你啊！快啲叫你個隨從啊，攞翻落嚟啊！喺隔離咋？你咁都推得嘅？我問你，你到底係唔俾益或冇帶嚟？馬局長，主席，我手頭上真係冇呢啲嘅文件，相關文件喺手上。咁你後我哋會你又答啊羅冠聰議員嘅時候，你又話有啲嘅商業嘅秘密唔俾得我哋？馬局長。頭先我哋講兩樣嘢嚟。頭先我哋講緊咧就係梁議員所問嘅咧就係合約。嗱，我講俾你聽，我記低咗嘅，你同嗰間公司嘅互換信件咋，即係互相嗰啲 correspondent 咋，都唔睇得啊，話涉及商業秘密啊，唔係講你其他嘢啊。馬局長，我諗係你個 correspondent 係咩秘密啊？你話嗰啲唔得啊嘛？你問過陳茂波未㗎？你咁講，即係話佢俾人哋揭發咗之後，你走去問佢點解會咁？嗰啲嘢啊，你都話唔可以俾我哋啊！
你到底你講清楚，到底係你唔俾低又冇帶嚟？馬局長，我想我們剛才的同事呢，有不同的同事包括陳淑莊議員都有提出了要拿一些資料，包括那個合約啦，還有你們那些罰則啦，以往有沒有做人，即是有沒有人做過一些問題啦。主席，另外就是剛才梁國雄議員說那個你答羅冠聰議員提的一些書信來往的文件，這些哪些資料你是問你問他為什麼這樣？ 你讓我問完先啦，梁國雄議員，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你剛才說你會補充，會後補充的，你會後補充什麼文件，哪些給得，哪些不給得，你可不可以講清楚一次啦？主席，我們會後呢，我現在就出去搶包你文件啊，梁議員，你又不要搶嘢。乖乖，保安同請你坐翻埋位。文件有冇嘅先？你坐翻埋位啊，梁議員。你有冇帶文件嚟先？喂。喂，梁議員，咁樣又唔得嘅喎。阿梁議員，如果用 PMP， 佢一定要帶嚟噶嘛。梁議員，請你坐翻埋位啦，你咁樣攞嘢唔得嘅。咁而家你都話依個唔係權力及定條例嘅會啦，係咪？警察嘅職能嘅，而家你唔好同佢為本會嘅尊嚴撕咗呢份嘢先。二萬個人是真的，梁議員，請你給他文件，有沒有搞錯啊？他可能真的沒有帶來的嘛，梁議員，梁議員，如果他不符合權力及特權條例，他不理就拉倒。梁議員，我警告你的了，如果你再不坐回來，我要執行議事規則的了。真是死了我啊，麻煩你給他文件人家吧。梁議員，不可以這樣。梁議員，你這樣我是會。主席，朱議員，你給他份文件去了。主席，主席，我們希望你。對不起，梁議員，請你請離開這個會議室。梁國雄議員，請你離開這個會議室。就沒事，我們議員，我們暫停會議。主席，我們要求拿回我們的文件。那間公司拿的，你怎麼你主席，我們希望拿回文件，相關文件。你是想要我直接我拿現在收回文件。答覆是不滿意呢，是應該用回規矩去做的，這樣拿人的文件呢，不要說是官員的文件，就算拿議員的文件呢，這個都是不尊重和不禮貌的。那我對於同事剛才的行為呢，剛才有些不符合規程的同事，我已經請他離職。我都希望大家同事呢，在這個會議上呢，可以尊重我們會議的規程，我們執行我們的會議的規則。如果官員對於剛才議員的行為是有什麼不滿的呢，我是歡迎你同我們的大主席呢反映的。下一位同事是張超雄議員，跟著楊岳橋議員。主席，當然我們不應該拿人的文件，不過現在我們的官員是拿了別人的家。